来不错耶，这个不错耶，抗抗议。哦，那今天内容，中餐套餐，谢谢。中餐套餐。因为最近很少去外面吃饭，对，自己煮，自己煮，这么厉害，太累了。这个是特别的，有了，老板有想要做还没？其实用这个碗也可以，它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上菜，谢谢，这是 VIP VIP 的，唱歌唱歌唱。谢谢你。好久没有吃，真的一个月没有吃。被抓。鸭肉要加什么？
说你因为打算盘哈。啊。嗯。是什么？珠算。珠算啊，对。你会啊，对对对。厉害吗？我还好。我们比赛。你会吗？会啊。哦。我很少的时候做。啊，放这个给你。培根的有那个。白麻油。很香，但是太大了。六了。这要怎么用？加这样吧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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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这个也是给你。那是日本的，这是日本的。啊，不是，云林的，云林培根。这叫香油，台湾叫香油。香油，然后这个，这个叫白胡椒粉。嗯。哎，这个香蒜，因为很少用。不会。谢谢。这个不错。谢谢。谢谢。我切一份那个。加油加油，谢谢老板。不用啦，老板喝完汤。